我在超市做一点理货的事，然后他爸爸就在工地上做一点，也是有一天没有一天的，就是农民工嘛，他意志力蛮强的。我们那时候也条件也苦，在乡下，然后也没有上过幼儿园，什么都没弄过，真的是靠他自己努力得来的那个成绩。他就跟自己定目标，这个是中山大学，然后南京大学、复旦就是这样。在学校的时候，一模二模是考得蛮好的，那时候，所以他很有信心的。后面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后面一考完他就觉得不行，到大学再奋。对，他这样说，一定要考到自己理想的目标。他做什么事都很有毅力。他说我要去占电脑、占手机，叫他就占这两样东西来。因为他就说他好想到北大的图书馆去看书。他说那里有好多好多书，他真的是想考北大。